盘点全网那些大聪明行为。Follow it into the night。奶哥，你到交警队来，奶哥。你怎么不去派出所买枪呢？作为交通参与者，每一起交通违法行为都需要自己去承担。你当时闯红灯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再重复一下。妈，你往车库倒车吧，这个后轮胎必须到这个位置，然后你把方向盘打死，把方向盘打死你才能倒进去了。方向盘必须得打死。会，会了。这比你爸讲强。那我还不比他讲的强？强。你站在咱试一遍啊，你先把那个方向盘打死，把方向盘。我。现在给你表演个节目变脸。怎么好像反呢？啊，拿反了吗？哎，拿反了。主任，患者的两个痔疮已经全部切除完毕了。两个？病历上就写了一个呀。啊，大夫怎么了？哎，不是让你趴着吗？啊？能不能别他妈老踩井盖？这他妈踩井盖不好。那你盖咋的了？我说多少遍了，别踩，别踩了。我就你都这么倒霉，就是赖你踩井盖。我就踩。哎呀，别踩了。我没完没了的。我就踩怎么地？哎呦我。我就。挑战一下这个特效下楼梯。哎呦我操！真的是头一次见到那个水果捞出这么大块芒果，这让我咬掉一半啊，这么大块！刚才还有一大块，然后我吃了。然后这个是那……哎呀我天哪！我像一只鱼儿。别吃！最近呢，太多人问我一个问题了，啥呢呀？高吞鼓完气儿以后，咱们先鼓气儿来。对，鼓完气儿以后咋的呢？拿个针扎一下，会不会漏气儿？来，咱们试试啊！这是个针，这血管避开血管，就这个位置。来，哎，扎进去了啊！我再拔出来，哎，没漏。他居然没漏气儿！你摸一下血就赶紧上来啊，别把你落下。哎呦操！哎呦！爸，说实话，我美不美？我吐了。你要吐了？安居乐业，业。哎呦我操！哎呀！再来吧！国泰民安，安居乐业，业。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赶紧问，哎，哎，哎呦我去，哎，快跑，坑了，哎呦我去。
我现在在广东的连州啊。美女，能不能叫我一声靓仔？我是要破盖仔。哇，谢谢，我太喜欢这里了。儿子，爸。买了一个广寒四宝。可以用英文跟您的孩子交流两句，就简单的，可以吗？你好。OK, my name is Miko. May I have your name? My name is Ni Wei Chen. Well, nice to meet you. Oh, nice to meet you too. Miko, nice to meet you. 小朋友，你是否有看到？咦 ，Not yet. Why? Because you have to wake up. But I really want to eat. I want to eat、okay. chicken and chili cheese bread. Okay. I want to eat so bad. Okay, you can eat. I want to eat. Oh my god. I want to eat.、Let's、okay. Eat. Yep, as soon as you wake up, I'm going to get ready. I want to eat. Let's eat. Yep.And no sleeping. Okay. Please. Yep. I didn't dream anything, you know? Oh, that's good. I'm gonna eat. I'm gonna eat. I know. I'm gonna e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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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这还是个母牛的奶，厉害！为啥？看出来了呀？是咋看出来的？你看不出来吗？这一看就是母牛的奶啊！看不出来？我知道了。知道了？为啥？你说？因为你的虎鸡巴说。笑啥？我咋个胡鸡巴说？这一看就看出来，比如说这鸡蛋，你看，我看一下啊，这是个母鸡的蛋，这一看就看出来，一看就是母鸡的蛋。这你看不出来啊？母牛的奶，母鸡的蛋，一看就是，公的不一样。真的吗？真的。你好好看看。我刷到有一个网友，他很认真的提问，他说他，他说他认识一个月的男孩子，刚开始各种撩他，突然就停止了，为什么？网友说你防御太高了，他去刷别的 boss 了。我约了你三次，你不出来我就直接拉黑。诸葛亮没有你这么难请。还有一个网友说，你可以是一条蓝调的鱼，但是你不能是一头倔强的鱼。达达叔叔，那你还见过我妈摇头没？啊，我妈摇头见过没？没啥。见过王八摇头没？王八摇头呀、啊，见过没？没。你见过没？真不。你见过王八摇头没，大大？没。你别摇头，说话别摇头。救救我！救救我！看我干什么？哎呦，不好意思，我还有盆叶呢。再注意点。啊，好。该我了，该我了。你今天想到什么？我今天想到迪丽热巴。来来来，让你们看看我家三个最不能惹的女人。这个我媳妇儿。干嘛？没事没事。这个我爸媳妇儿。这个我爷爷媳妇儿。滚那毛！滚就滚。这个我小爸，家里最闲的人。这个我爸，家里干活最多也是挨吃最多的人。妈了个逼，说啥呢？模仿模仿，那不得人说实话了。老子还有你那吃多，你妈老子还有你妈。
老板，你这里茶几有吧？餐纸啊？茶几吗？茶几。叉子有哎。啊？叉子有哎。不是叉子，叉几了？什么茶几啊？什么？茶杯啊？杯子呢？那边有哎。啊，不是喝的茶几。全在这里自己选呢。这不是茶几。这怎么不是茶几啊？你这个自认是吧？这怎么走机啊？啊，这不你这书不是白读了吗？啊，这我们店里现在买的最好的，对啊，茶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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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记得关注再走哦。